我的爱像尘埃，散落在边疆地带。你一直都是用声带边缘，就是这两个高音都是比较依赖边缘化的唱歌，那么这个时候你的这个声带的边缘它的那个负荷就会比较重，气息在不停的去吹它，它就很容易干哑，就是像你现在这种嗓音的状态，你没有适当的给它拉紧，声带拉紧的力量不够。然后我们今天先试一下，看看怎么样给它拉紧，把我们的这个舌头给它伸出来。哎，记得你的嘴唇不要这样啊，不要给它包起来，这样的。好，然后这个时候我来试试看啊。好，我们来试一下发一个长音。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来进一步啊。你看你刚到最后一点点高音的时候，你又加了一点点力，稳定住，不要让那个气突然间不要这个感觉。慢一点啊，所有的练习，所有的感知，一定要慢，你才能够体会到它里面的感觉。差不多好一点，好一点，但是你那个声音千万不要，不要上鼻子。好一点点，然后舌头也不要往回缩啊，再来一遍。好，我尽量。加油，我可能是习惯了。对，控制住，控制住，加油，来。好，差不多是这个力量，再来试着把刚才那歌唱一唱看看。我的爱像尘埃，散落在边疆地带，不再跟谁期待，难道是一种自由自在？而承诺像尘埃，